为什么？这是要动物榴炮。榴炮。野战部队哈，嗯，最大的炮兵最大哈，就是抗热炮，就是这个。野战炮最小。这可以当坦克车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很可以打。对。哦，榴弹炮。坦克车很多，火箭筒也可以打。火箭筒可以打，对对，这个可以打。哎，这个呢，最小的炮，野战炮兵啊，最小的炮就这种炮。好。哦，这个哈最大的。这最大。两式重炮。哦，两式。两式重炮啊，就是在巴山炮仗啊。对呀，后来打的时候啊。送了我们两个，打了他妈的，吓人他妈的，这个就换掉，就是从那天开始哦，就停掉，停掉，停掉，就拿了几百万，好不好？够了，对，两花，不是两花，这个可以打得舒服，他一个哈，足球场啊，他那个弹过的时候哈，一过，经过这个地方一个足球场的地方。它那个扫香剂全部吸掉，吸掉，哦，它会转。炸的时候啊，它整个我们一空没有空气，一个鼻子都闭了。来这边看，嗯，可以，这边，嗯，它还可以收进去吧？就可以收进去，可以啊，收进去，可以啊。现在带你们参观啊，大家可以看啊。对呀，对呀。哦。这个是旅书馆，电话讲几句没几块钱。这个旅书馆我们是从丰岛出生到老年人病老的过程，这个风俗。我们这个就是螃蟹车，现在叫螃蟹车，小孩子婴儿车。以前这边已经手指坐了，翻过来就可以当椅子坐。而且这个玩具就是这个。Thank you.
圈700多公尺。哦。啊，因为现在今天呢，到5点多以前都还淹在水里面。对对对。所以它不能走。啊，不能走。哦，待会各位到前面也可以看得到。五点以后它会那个退潮。上潮。现在开始退，刚才淹的退潮。哦。刚才淹的更高，所以淹更高就不能啊。我都在淹在水里面了。啊、哦，欢迎各位来到马祖。啊，谢谢。我们这个碑还看到呢，在民国17年的时候开始挖的。哦，当初这个叫做地下码头，是专门呢要请阿兵哥的小型登陆艇。哦，对对，我这边预定哦，预定这边要停100多艘。哦，啊，要停100多艘。当年动员的20000多个的国军弟兄，分成3班制，24小时在水中。好，那前后呢，一共花了哈3年的时间把它完成。他当初的规划，这个走路的这个步道哈，在栏杆里面那个哈，走路的步道绕一圈，700多公尺。700多。好，那我们走船的这个部分呢，600多公尺。那它的平均的宽度10公尺。是这个宽度。对，那它整个的高度呢，18公尺，是接近6层楼。哦，各位可能看这边没有6层楼，所以剩下的2层楼多呢，在水底下。哦，现在的水深呢，超过2层楼。哎呀呀！哦，刚才站栏的时候呢，超过3层楼。哦，啊，那我等等。现在是这样子。对，现在已经开始退。开始退了。问题是还没有退到多。还没退完。可以走。啊。对，刚才这些步道都淹掉了，现在步道都湿湿的哈，步道都淹掉。现在水位在这里哦，当它满潮的时候呢，水是淹到这个虎色的线。哦，有有有，差那么多，差那么多。哦，人家虎色的线，差了2公尺。哦，对哈、哦，虎色的线上面呢，有一条白色的线。哎，这条白色的线哈、哦，是2年前台风来的时候呢，水会淹到的白色的线。最高的时候。啊、哦，最高的哈，最高。台风来是淹到最高。哦，这台风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上面哈、哦，这浮台都淹不见。哦，上面的卖票的服务台都淹不见了。走路人行道本来是这样子，顺着这个。对他们走路哈，你看前面还淹在水里面哈，哎，这样子走哈，因为前面那个最低的地方还淹在水里面。哦。铁啊，那个海水呢更容易生锈。哦，好，更容易生锈。万年前才被推出来，挤出来的。哎，以前还在也在海底，所以才会花都那边有那么多的大理石。对，嗯。多少时间？大概要花20多分钟。20多分钟。对。
700多公尺，而且它这个哈、哦、铺到很窄，没有哦，那这些网络没干好久，在那边哈网络那边呢，就亲戚客人那边比较低比较矮，你过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一会儿这草撞上去哦，它就是你武功。要带出国了，对，我们跟着从那边出发的。哦，哎，我们转了，我已经转了三个弯了。转了三个弯了，对 对，已经转了三个弯了。对。我们从那边借到一千。